我喜欢你我的脸，笑我忧伤呆呆的眼，感觉衣服就很好骗，被骗还会说谢谢。 不会哄女人男人的，注定要出局的。我只是担心他嘛。我知道你担心他，可他最需要是一个温柔体贴的男人。他再得不到你的回应了，我看他要重演离家出走的戏码了。少爷，你不要那么酷行不行？要有所表现嘛。你真的好笨啊，感情这方面你是零分啊。 都这样说我，我也是有自尊心的。好，我今天晚上都没有吃。哦，肚子好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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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了。 手气怎么那么背啊？连个吃的都没有，我操，臭了。知道你没吃晚餐，肚子很饿吧？ 来吃。哇，转性哦，什么时候这么好心啊？嗯，对你好你也怀疑，对你不好你又说我没血没泪。啊，上司真的不好当，怎么做都不对。哦，对哦，跟你相处这么久了，都忘记你是总经理了。你什么时候当我是总经理？干嘛这样说啊？ 你今天跟我说的那些话，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跟陶宇只是一面之缘，啊，我就直接这样把他带回来，真的是太冲动了哈。幸好你还会想，不是一个不知不觉的人。哎，我只能勉强算是后知后觉啦，所以我不认同你说我是不知不觉哦，啊。
你要睡啦？那你先去睡，谢谢你的宵夜喽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，我真爱小姐。小姐，你一直这样赢，这样都不好玩，太厉害了啦！拜托，我告诉你，心脏病可是我的强项，连阿公、爸爸、哥哥都不是我的对手。哎，你不要一起玩啊？哎，少爷一起加入嘛！我只会玩 bridge， 要用头脑的游戏。心脏病不只要靠头脑，还要看反应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少爷，这个人反应好快，我一直输哦。输不起吧，所以才说不想玩。孙小姐，你不要这样讲，我们少爷不是那种人，他是反应慢。哦，有可能。哎，我玩牌从来没有输过，那就一起来啊！好啊，来啊！那就给我玩起来就好玩了，我看谁反应快啊！那你牌给我，你牌给我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赢了！哎，怎么算？怎么算？我现在接个电话。哦，这样的啦。好多借口。喂，莹，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好，我马上赶回来。副总电话，他找你有什么事吗？旅行社出点问题，要我马上赶回去。你明天帮我订一早的飞机。好。可是赵董事长那边不是还有些后续问题要处理？那些问题都很巧，打几个电话都可以解决。我现在有点赶时间，我先去整理行李了。哦。OK 了。今天我画得很愉快，这幅画就送给你了。谢谢。你这样做生意呀、啊，难怪是个穷困的街头画家。你现在住哪里啊？先住在一个朋友家里，他也是个街头画家。哦，很抱歉，我想帮你。却太不自量力了。千万不要这么说。其实你也是个好女孩，我们俩不熟，你还这么帮我。哦，你那个朋友说的其实一点都没错。男人就是要有担当，除了天助人助，关键还是要自助。哦，我明天要回台湾了，所以把行李拿来还你。谢谢你。我告诉你哦，虽然我不懂画，可是我真的有被你的画感动到哦。而且我也知道你的女朋友为什么那么相信你，因为在你的画里面啊，我看到你对女朋友的爱意，还有对她的感情，我看了真的好感动哦。我相信呢，有才华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。你一定觉得啊，我说这些话是在安慰你，对不对？我可是肺腑之言哦，一幅充满爱的作品啊，是会感动人心的哦。你说的这些话真的好熟悉，曾经我的女朋友也这么说过。所以啦，我希望你不要丧志，要继续朝着梦想前进。如果有一天呢，我们还可以再见面，你一定要是个大画家，我也一定要是个大导游，我们要一起为了梦想继续努力。可是我没有你那么乐观了，我也不知道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让自己重新振奋起来。不过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
加油。谢谢你。保重哦。星河，怎么不告诉我是几点班机？我可以去接你。不用，有了特助在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最近突然接到很多要出团的大 case， 可是就在一切手续都安排好之后，他们突然临时取消，而且还要求退费。退费是不难处理，都可以依照合约的规定办理。目前最大问题就是那些机位的定金全部都要退还给航空公司跟饭店，初步估计应该损失一笔极大的金额，详细情形我会再跟你报告。最近因为新流感的问题，所以很多团都被取消了。日本线、欧美线、纽澳线全部都被取消。可是最近又接到很多出团的 case， 同事们都以为新流感已经过去了，业绩不降反升，办公室的士气还大振。可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发生了所有团都被取消的事。我觉得这件事并不单纯，一定有人在幕后在控制。所有的团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被取消，这个不太正常了。而且业绩突然变那么好，你不觉得有点不对劲吗？对不起，是我没有察觉到，我以为是因为新流感的关系，所以团被取消是很正常的。如果是商场上的竞争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。是我的疏忽，我应该多注意才是。这段时间太多事情发生了，我怀疑这些事情一定都有关系的。那关于资金的缺口，我是旅行社的负责人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。是爸的。哇，谢谢。这是阿公的。啊，这个大的。哥哥的。哦，这样啊，好。阿公的礼物虽然是最小的，不过可是最好的。啊，哎呀，你真是，哎呀，人回来就好了，还送什么礼呢？是不是？哎，阿爸啊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跟你换。换什么换呢？小爱给你什么，你收什么。好了啦，每一个人都有礼物啊，而且都是我的心意，你们就不要再争了啦，哦。哥呢？哦，你哥最近接了个 case 啊，好像挺麻烦的。每天啊，要等我们睡着之后才会回来的。哎，啊，那这样身体会不会累坏啊？哎呀，你哥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他自己会看着办。我倒是比较担心你，这次去那么久，我也不知道你在那边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。你，哎，你阿公啊，每天到旅行社去要人，你们公司的警卫啊，已经列为危险人物了，还贴有照片。你还说呢，我叫你跟我一起去，对不对？人多势众，壮壮声势嘛。结果呢，他一看那警卫站起来，他拔腿就跑。哎，我是去搬救兵。哎，我看你是没救的兵，你是敌前逃亡，你懂不懂？阿爸，他们会看在你年纪大，不跟你计较，有我在，事情反而会变复杂。年纪大，年纪大怎么样？年纪大啊？不要这样子嘛。好好，爸的为人啊，就是比较不喜欢跟人家计较啦，才不像阿公。嗯，你的意思阿公就是很喜欢跟人家计较，对不对？才不是嘞，我的阿公可是正义使者。哎，只要路见不平就会拔刀相助。
还是我们家小爱最了解我啊！干嘛这样看我？是不是因为太久没见到我，很想我啊？不，这我是觉得小爱，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你？哪里不一样？那个你不是，来我说含蓄啊，含蓄是谁？你呀，憨憨的女婿，含蓄，你都听不出来吗？你看看你女儿到底哪里不一样了？小爱她出国回来，整个人容光焕发，哪有啊？而且笑起来还会发光哦，会发光啊！我又不是外星人，笑起来脸怎么会发光啊？你们很好笑哎，不要闹了啦，好不好？我肚子好饿哦。是不是要等哥回来才能吃饭啊？哎，不用啦，你哥啊最近都没有准时回来吃过饭，你肚子饿了是不是？阿公刚好钓了好几条你喜欢吃的鱼，我去煮给你吃。你煮什么煮啊？你煮你毁了我钓的鱼了，我去。哎，让我表现一下。做什么表现？我黄公司的事联络了怎么样的？机会渺茫，最近他们业绩也是很惨淡，我想他们不会接受我们提出来的条件。至于其他旅行社，更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。在新流感期间，要他们购买机位几率更小。我想他们不会接受我们提出来的条件的。一定有解决的方法的。既然他们肯跟我们联络，那会有商量的空间。总经理，副总。Genie，这份礼物是送给你的。上次真的很不好意思，让你自己带团回来。我是无所谓啦，反正闯祸的人又不是我。不过你的运气可真好哎，有总经理在后面给你撑腰。哪像我们啊，一出事都要自己承担。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的、真不会看场合，你不知道旅行社出了大事了吗？我知道啊，所以我才带礼物来送给大家嘛，希望大家可以开心，提振一下士气，这就是我的用意啊。你的用意？现在谁有心情接受你的用意啊？赵哥，我们旅行社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所以呢，大家的士气都很低落。副总，还好吧？怎么会好呢？每次发生事情的时候，总经理总是不在。副总最近好像失魂落魄一般，时常一个人发呆。发呆？他？怎么可能？这个你就不懂了。女人只要一往情深啊，就会为情所困，越陷越深啊。这是歌词吧？喜欢的人，你不知道，副总喜欢的人就是总经理，全公司的人都知道，只有你这个菜鸟不知道。他们两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两家呢算是世交。总经理去大陆出差之后呢，副总就心神不宁。我想可能是放心不下吧。听见你说你这次没有带团回来是因为总经理的安排，总经理在大陆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真爱啊？什么？哎，副总是为了感情发呆，你在发什么呆呀？总经理现在一定很烦。烦是一定的，
现在所有事能不能解决都是一个问题。可是呢，我觉得有点古怪。发生新流感之后呢，所有的团体取消是正常的。可是我们接到的 case， 通通都是在新流感发生之后。难道都没有人觉得很奇怪吗？最近的业绩滑落，大家都在冲业绩，没有想到这个问题。我的左想右想呢，一定是有人想搞垮我们公司，要不针对总经理，要么就是针对柳氏集团。针对总经理？可是总经理不是才刚接掌我们旅行社吗？商场的事情你是不懂的。虽然这次呢损失非常惨重，但是总经理是柳氏集团的第二代的接班人，柳氏集团不可能坐视不管的。所有机会都我们自行吸收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是我们自己评估错的，不能怪别人。有关房店那边的问题，帮我约一下汪总，他哪天有空，我想亲自去拜访他。汪总是出了名的刻薄，他不会让自己吃亏的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们还是要跟他谈一谈，才会知道结果嘛。那这次内地的行程，何震撼差点毁了整个团的行为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是不是应该给他一点惩罚？他确实莽撞，可是事情也顺利的解决了。加上赵董那边的开发案，他也有功劳，这样就算抵消掉了。董事长，高小姐到喽。啊，请得进来。